我相信大家刷视频经常刷到一些吃播啊，或者卖大鱿鱼大墨鱼那种，经常会给他们爆头，然后感觉看着他们吃起来特别的香。真有这么好吃吗？那我今天就做这道西西里酿鱿鱼来验证一下。首先你得抵着鱿鱼上的骨头才能把它完整的内脏取下来，这个鱿鱼就像口袋一样里里外外冲洗干净。然后就是把鱿鱼须切碎，刺身干橄榄切碎。很多人已经失败了，因为他不知道刺身干是什么。锅中倒入橄榄油，加入意大利凤尾鱼。意大利凤尾鱼非常鲜，但是它很咸，所以用它来代替盐。加入前面那些料，大蒜、葡萄酒、黑胡椒，翻炒至收汁，关火，加入面包糠，加入欧芹，加入橄榄油。在这一步大家已经失败 N 次了，没有关系，接着往下看。把调好的鲜料塞到鱿鱼的身体里，说白了就是鱿鱼头塞入鱿鱼身，非常非常的残忍。用牙签像我这样封一下口，这几个潜水艇就搞定了。把潜水艇装入 WMF 耐材米炖锅中。很多人好不容易到这一步又失败了，因为这个锅子特别的高端，受热均匀，导热快，还能放到烤箱里。加入两罐番茄罐头，再加入等量的水，加入奥勒冈不是奥利给，黑胡椒，刺山干，意大利凤尾鱼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还有地中海的海盐。如果你在1分04秒都没有失败的话，那你离成功不远了。这一步也是容易出错的，用小一点的火去炖煮，如果沸腾得太快，鱿鱼容易炸开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再用这个超漂亮的耐材米奶锅炒一下培根和蘑菇，黑胡椒、海盐、欧芹调一下味，待会儿用它做 garnish。 这个鱿鱼在番茄汤里炖20分钟就可以了，切之前尾部开个小口，否则切的时候会炸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以前就在国外的餐厅吃过一次，还算是一道比较有仪式感的大菜，据说也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的比较多，平时的时候鱿鱼也就是改个花刀炒一炒炸一炸。收浓的番茄汤淋在盘子边，炒好的培根蘑菇做个装饰，再淋一圈特级初榨橄榄油。这个菜的用料比较复杂，味道的复杂程度比较高，作为一道硬菜看上去很壮观。有一说一，没有炸鱿鱼好吃，但是炸鱿鱼呢确实是个街头食物。